大家饶命啊！你们岂能如此无法无天？把长生果交出来，不然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快给他们！少双主，少双主，救命啊！冷掌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放了他们！这些人冥顽不化，你不用打狠的，他们怎么可能乖乖听话？这样做确实不妥。 倘若花家私藏长生果，是不是冤枉他？那我们岂不中了魔教的离间计，让无辜者枉死？老夫也是为萧盟主着想，不这样做，他们怎么可能交出长生果呢？可是找长生果，找我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大家千万别杀我！你这是血口喷人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根本就不是我儿子。少庄主，你一定要为老夫做主啊！ 爹，你怎么为了个长生果连儿子都不认了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他不是我儿子，精彩啊！<笑>精彩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副谷主也来了。 没想到上官洞主还喜欢装孙子，本座真是佩服。你想不到副谷主也来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奉陪。长生果我替你们找，可惜没找到。各位接着找吧。啊啊 冯掌门的掌法并没什么长进，去找长生果。长生果在哪儿？这长生果真的不在我这里，饶命啊，大神啊！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？不，这都是那魔头，这神的圈套啊！ 萧少庄主，好刀法！你不要伤害小白。
卓桦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其实方才那一刀真的好险，他要是偏了一点点，我岂不……卓桦姑娘，你是不相信我的刀法？我是说，要是万一的话……我小柏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有一点点担心。眼下，也不知道他们那边发生了什么，姑娘，得罪了。长生果在哪儿？伯父，花伯父，秀秀，花雀的身份已确认，是上官秋月假扮的。上官秋月，他也是为长生果而来。不错，听到长生果的消息，傅楼也来了。傅楼，是我无能，没能保护好花家一家大小的性命。这么说来，花伯父肯定是被上官秋月所胁迫，所以才陪他演戏。既然这样，花大哥他肯定被上官秋月所害了。那小磊姑娘，小磊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，自当是回我凤鸣山庄，好生保护。